什么叫做谎言呢？一个不在籍的投票，苏贞昌讲说国共联合作弊，我们这次查了，苏贞昌接受三地访问的时候，他中国大陆根本不承认我们的总统，他让我们在那里投票，这不是千古荒唐事吗？国民党如果推这种事，那我们觉得绝对国民党就是跟共产党要合起来联合作弊，这时候绝对不行的，我们觉得这一定会引起很大的抗议，甚至于很大的暴动。明明根本，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，这是内政部长2月3号讲的话，江宜桦说，如果修法准备工作来得及，不排除年底五都选举实施，适用范围以国内为主，不包含海外。2月5号，江宜桦，目前规划的不在籍投票仅限国内，并不适用于海外台商或华侨，清不清楚？2月18号，苏贞昌就讲的那句话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国共联手作弊，会引起台湾的大暴动。知不知道这是情况？你知道。为什么还这样子讲？就是说谎，就是造谣。造谣完以后怎么样？没事，大家还认为他是了不起的人。台湾社会永远不能够针对是非，搞到最后就是我们整体台湾民众受害。